DNA WeChat for health。深喉唾液取样方法。提示：提取样本的当日早上起身之后立即采集样本，或者采集样本前一个小时，请勿饮食、吸烟、刷牙、漱口。盒入面有一个样本樽、一个样本袋和一包酒精消毒棉。取样前首先需要用酒精搓手液或者碱液彻底清洁双手。打开取样盒，取出有漏斗的样本樽，于喉咙发出几秒的声音以清出深喉唾液。将两秒的深喉唾液吐到有漏斗的样本樽，将另一支有滅活保存液倒入唾液样本樽内，将唾液样本樽扭紧樽盖，并用消毒纸彻底消毒。将消毒后的样本胶樽放进密实胶袋中，最后放入原本的采样盒中，并用酒精搓手液和碱液洗手，尽快安排送到化验所。